手臂有肉的妹子总是很心塞，看着别人穿着漂亮的无袖衫、吊带裙从身边飘然而过，再看看自己手臂上那松松垮垮的肉肉，稍微动一下它就晃啊晃，只能从心底发出一声绝望的感叹，拥有白白袖的妹子总是很吃亏，和无袖吊带无缘，稍有不慎还显胖。想要彻底摆脱这烦人的手臂赘肉， H24 健身计划第12周训练方案。 H24 健身计划每周练三天，每次30分钟，坚持24周，身材好的爆炸。 H24 健身计划是一套为期24周的科学减脂方案，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三个阶段，每8周提升一个阶段，逐步增加运动的难度和强度，加速脂肪燃烧。本周为 H24 健身计划终极阶段的第4周，在兼顾全身燃脂的同时，更会针对手臂赘肉进行专门的训练，助你打造完美的手臂线条。第12周这样练，全身燃脂改走白白秀，每周选择3天练习，每次在运动30到40分钟内完成，即可轻松甩肉，练出有型线条。训练即将开始，赶紧准备动起来吧，跟着动作详解马上练，瘦身之路快人一步。训练一，器械训练，增强肌肉力量，加速燃脂。第一个动作60秒，其他动作40秒，动作间可适当休息，每次重复4组，组间休息30到90秒，建议30到40分钟左右完成。动作一，绕髋，动作要领，自然站立，双手叉腰，双脚微微分开，将一侧腿抬起摆展，再回落站立，换另一条腿，重复动作。呼吸，抬腿时呼气，落腿时吸气，注意髋部有舒展感。动作二，手臂弯曲，动作要领，肩膀后缩下沉，打臂贴紧身体发力，以肘关节为主，弯曲手臂抬起假命，稍作停顿，缓慢卸力下落。呼吸，上举时呼气，下落时吸气，注意最低点不完全放松，手臂不完全伸直。动作三，哑铃必须伸，动作要领，自然站立，收紧腰腹，双手握哑铃，大臂贴耳朵，小臂发力伸直手臂，稍作停顿，屈肘还原。呼吸，发力伸直手臂时呼气，屈肘下方哑铃时吸气，注意动作全程下背部保持紧绷，发力伸直手臂时大臂后侧有明显收缩感。动作四，哑铃摆动，动作要领，自然站立，屈膝下段，起身的同时双手握住哑铃，直臂向斜上方上抬起，再缓慢控制下落，并恢复下蹲姿势。呼吸，向上时吸气，下放时呼气，注意动作自然，轨迹成一个弧形。动作五，传式，动作要领，坐在垫子上，身体后仰，抬起双手双腿，保持身体像小串一样，坚持片刻。呼吸，呼气时下落，吸气时抬起，注意收紧腹部，感受腹部发力。训练二，徒手训练，提高体能助力燃脂。第一个动作60秒，其他动作40秒，动作间可适当休息，每次重复4组，组间休息30到90秒，建议30分钟左右完成。动作一，助力段，动作要领，双脚跟与肩同宽，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下段是臀部向后移动，至最低点时大腿与地面平行，然后双手撑膝盖还原。呼吸，下蹲时吸气，起身时呼气，注意像坐板凳一样，双手借力，全程保持腰背挺直。动作二，弓步吸腿，动作要领，双手握拳靠近脸颊，左腿向后迈出一步，左脚脚尖点支撑，竖直下蹲至前侧大腿与身体成直角，起身时提起左膝靠近胸口再还原，20秒后换另一边，重复动作。呼吸，下蹲时吸气，起身抬腿时呼气，注意收紧腹部，重心位于两脚中间。动作三，俯撑台阶，动作要领，双手撑的，收紧核心，背部挺直，双手依次去拍肩膀，尽力减少左右晃动的幅度，
双脚可以微微分开，降低难度，呼吸，自然呼吸。注意，腹部始终有紧绷感，肩、臂收缩发力明显。动作四，直腿仰卧后撑，动作要领，双腿伸直，下肢放松，双手向后撑于箱子或长凳边缘，绷紧肩部，手臂后侧发力做屈伸运动，背部沿箱子或长凳外侧上下移动，呼吸，下降时吸气，含圆时呼气。注意，撑起时，上臂后侧有明显的收缩感，肩部全程保持紧绷，动作无超人式，动作要领，俯卧于垫上，双手掌心相对向前伸，挺起胸腔，夹紧肩胛骨，至最高点稍作停留后还原，呼吸，挺胸时吸气，含圆时呼气。注意，过程中保持腰背挺直，背后有酸胀感。训练三，慢跑训练，加快享受步伐。本周的慢跑训练时间为25分钟，提高心肺功能，燃烧多余脂肪，增强肌肉耐力。跑后需进行拉伸，帮助肌肉放松。注意跑时循序渐进，速度由慢到快，跑完千万不要马上停下休息，需慢慢停下，放松动作。每一次训练后，都要进行5分钟的拉伸放松动作，帮助肌肉乳酸代谢，加快修复肌肉。动作一，脊柱旋转，动作要领，坐下，伸直双腿，上半身垂直于地面，将右脚置于左膝左边，左臂置于右膝右边，右膝弯曲，右手掌置于臀后30到40厘米处，以左手肘朝左推右膝，肩部及颈部尽可能向右转，目视背后，换另一边，重复动作。动作二，侧身伸展，动作要领，向右侧卧，两腿伸直，右前臂平贴地面，右上臂垂直地面，屈左膝，左手抓住左脚踝前缘，向后拉向臀部，换另一边，重复动作。动作三，直臂上举，动作要领，坐在垫子上，手臂置于头顶，手指交叉锁住，手掌朝外，缓慢伸直手臂过头，手掌向上，手与手臂持续向上撑，手臂稍向后挺。动作四，上臂后伸，动作要领，坐下或站立，右肩外展屈曲手肘，右手往下伸往左肩胛，左手抓住右手肘，在头后以左手推右手肘，增加肩外展，换另一边，重复动作。动作五，坐姿住脚，动作要领，坐在垫子上，上半身挺直，两腿伸直，臀部屈曲倾斜往前，两手抓住脚尖，朝上半身轻拉脚尖，使胸部朝向腿，对待全身任意一块赘肉，不能只靠衣服遮掩，选对运动消灭它才是最好的办法。跟着计划练下去，就让别人费尽力气去遮肉，你只管自信秀出好身材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